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螃蟹是一种甲壳动物，长着像盾状的坚硬贝壳，还有两个巨大的钳子，用于捕食和战斗。而黑蝎子是蝎子纲掠食性蛛形纲动物，它们有八条腿和一对巨大的钳子，尾巴通常在背部呈典型的前弯，末端带有毒刺。这两位巨钳战士现在打了起来。只见螃蟹先袭击了黑蝎子，用自己的蟹钳死死夹住了蝎子的钳子，似乎是想先发制人，控制住蝎子的武器。不过蝎子立刻就反击了，用另一只钳子反攻回去，双方打了个平手，拉开了距离。之后蝎子又袭击了螃蟹，黑蝎子见螃蟹爬到墙壁上，趁机把螃蟹掀翻过来，用毒刺攻击螃蟹的腹部。可惜螃蟹的腹部也有甲壳，伤害不到螃蟹。双方互相进攻，却都奈何不了对方，这才意识到无法打败对方，最终休战了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留言评论哦。